那么接下来请欣赏由枫叶红艺术团时装队给我们带来的服饰表演《青花瓷》。青花瓷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，特别是景德镇的青花瓷，釉质白里透青，漆料发色清脆，造型美观大方，装饰古朴典雅。它继承了历代优秀传统，清新明丽，具有时代气质。其特点青色力强，成色稳定，花纹又不褪色，丰富多彩，明净素雅，具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。白釉青花易火成，花从釉里透分明，可参造化先天妙，无极由来太极生。今天我们把青花瓷制作模仿成服饰表演，展示在舞台上，让大家感受到清秀优雅美观大方，给你一种艺术的享受。Yeah.